為今次咧係特別咧，本身係好按個流程啦，咁所以你特別咧今次咧係會係全民招聘咧，係吸引多啲官員嚟投考嘅。專梯嗰個咧比較特別嘅，喺出邊咧係冇得練習啊，咁所以就其他八百米跑嗰啲咧可以自己喺出邊嘅球場練習啦，但穿梯就冇嘅，咁所以咧較多嘅投考者咧都喺穿梯方面咧就唔合格嘅，但係都唔需要擔心，其實我哋網頁咧已經有曬示範嘅動作，其實睇多幾次咧喺腦海度咧有個印象啦，咁佢做嗰陣時咧就會好啲啦。其實我哋最主要咧，佢係冇個標準嘅答案嘅，我哋要討論，最緊要表達到自己嘅意見，有自己嘅立場，唔好坐喺度就係啲聽啊，或者係太多嘅發言。盡可能去搜集同海關相關嘅資料，咁啊，從而去了解海關唔同範疇嘅工作。其次係時刻關注身邊發生嘅時事，喺小組討論嘅時候可以運用到出嚟。其三就係做體能訓練啦，去應對海關嘅體能考試。咁同時都應該培養到佢溝通嘅技巧同埋自信心，要喺面試嘅時候充分咁表現出嚟。充足的準備是十分重要的，因為你有一個充足的準備的時候呢，就會自然減低了自己的很驚青啦，很擔心的感覺啦。其次呢，就是盡量我自己提醒自己的，就面試的時候之前就深呼吸，保持一個平常心，就可以放鬆到心情了。